现在我在的位置是在天泽湖畔的某个地方，刚刚下错车了，大概下错两个站，现在在一个很可怕的地方，那边全部都是雪，我的天啊，这边是秋田的天泽湖，非常可怕。大概已经走了五分钟了吧，有点可怕。好吧，继续走，拜。